亲又爆，王力宏跟爱妻李静蕾2014年宣布结婚两个月后高调放闪，八年夫妻情惊爆离婚，传出婆媳关系是主因。昔日晒出一家人同框，不过周刊报道李静蕾跟婆婆关系闹很僵。原来王力宏收入财务经济事务本由王妈妈管理，怎料婚后全由李静蕾代管，儿子的经济大权被抢走，瞬间让王妈妈顿时重心婆媳关系因此生变。另一主因更因为不了解娱乐业界流程与规矩的李静蕾插手王力宏的演艺事业，但是效果不彰，跟媒体跟其他合作单位都相处不来，后来才交由专业的团队处理经济事务。你一直捍卫着我，我也会一直捍卫着静蕾。从王力宏粉丝变老婆的李静蕾是名校普林斯顿工程理学院出身，之后就读哥伦比亚商学院 MBA， 是王力宏哥大的学妹。而台日混血的她也被起底妈妈是当过影星的李瑶敏有个日文名字西村美智子。李静蕾与王力宏生下两女一子，只是男方工作忙碌，近期三个孩子大部分由女方负责养育，外形学历相配的两人却惊爆离婚，震撼各界。 TVBS 新闻上面郑宏听台报道。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